男孩演员朴叙俊在戏剧《她很漂亮》中暖男形象深植人心，演艺事业攀升巅峰，甚至在日前举办人生第一场粉丝见面会。他近期正忙着赶拍新戏《花郎 The Beginning》，却在15号传出意外，不慎在对打练习中伤到颈部，紧急送医。왜 이렇게 물고 버려 놓을 수가